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。前几天因为台风Kim Namno在韩国有11人罹难，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，而包括 Kim Sejeong 的很多韩国艺人们也纷纷捐款，希望能帮助到受灾民。但是今天，曾经因为吸大麻而被捕的一位 rapper 公开狙击了捐款1亿的 rapper 3D，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。 Ripple Win 今天在自己的 IG 发文表示，不要只帮水灾民，帮一帮在 Hip Hop 圈的弟弟们吧，不就是为了节税再捐款吗？为什么不帮弟弟们塑造大哥的形象，反而只是想塑造艺人的形象呢？对了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这里有很多人一天只能睡6个小时。 中间都是废话，我们只看最后一段。你们怎么只想要被人看到的形象？是担心弟弟们会超越你们吗？用 rap 赢不了也怕被抢饭碗吗？不要再唱 rap 了，没人把你们当成是 rapper。你뭔 개소리야？简单整理一下这位 rapper 的贴文就是，我看你就和那么多，我肚子疼，给我点钱吧。嗯，可，好傻眼。三弟欠你的吗？18又不是22，都32岁了还只能这样吗？6个小时的话，睡眠已经很充分了。普通的上班族都只能睡这重度而已。三弟也培养了很多后辈呀。拼基诺也是，是因为太久了都忘了吗？混得好的哥哥捐款1亿的话，应该要尊敬吧。可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是。 下个消息是9月7号，女团 ESID 在直播中表示，为了纪念 ESID 出道10周年，将在9月29号发表完全体新专辑 X。ESID 真的好心动啊！回归太好了，哇，我的听信回来了，希望 ESID 能进行打歌活动，真的太期待了。ESID 的回归，大家期待吗？ 안돼!